天气不错，现在要去县西，真的很糟糕。我们把垃圾丢到海里面，还把垃圾还给我们，所以不要乱丢垃圾。你看那浪把它打。燕西第五支，风浪有点大。冠军啊！是哦，水路啊，我快乐路。一样哦，好玩。听讲这袂歹食哦，对啊，还敢袂，敢袂。我抓，好。好
看看吧。剩下一个在奋斗。好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在县西第五支这边，那个没有遇到目标鱼了，下次再来看看啦。鸟框就如上了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